雅雅。嗨，我是 Emma。嗨，我是雅雅。刚刚呢，都超紧张啊！现在还在紧张，都还在紧张。对，刚刚我们在台上演唱的是 Wonder Girls 的Nobody。Nobody。他们也是我们很喜欢的一个团体。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，对，就很有特色，然后记忆点很高，然后所以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是唱无伴奏和声，对，所以我们就特别把这首歌拿来当我们的练习，对对。我们其实很紧张哎，其实超紧张的，紧张，对，可是我们就是有。就是有好一个很好处，就是我们三个是三个人，对，對比较对，不会太互相打气这样。其实我们我觉得就是我们觉得没有人是完美的，然后所以我们只能就是尽力做到每一次最好的一次，所以我们下一次会再更努力准备更不一样的大女孩的大，让自己进步。那我们唱的是比较抒情的歌，对，抒情的，展现女人的那柔情。但是下一次我们想要表现一点比较爆发力、力量的女人的力量，女孩的力量。怎么会凑在一起呢？因为我们叫大女孩嘛。那你看到我们身形都很大，都不用问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，其实我们在台湾都各自参加选秀比赛，可是都莫名其妙的被拒绝，对，然后就是还蛮沮丧。可是又因缘机会下来，一个老师就是看到了我们在电视上的演出，一个音乐老师，对，从台湾的各地把我们收集起来，对，就我们才有机会再站在这边为我们。共同的梦想，我们都可以接受啊，对，大家应该感受到我们是一个很开心、很乐观，对，接受各种不一样的，不断的去尝试。我们的梦想就是用我们的歌声、音乐带给大家正能量。